讯消息，今天下午4点多，台北市南港路3段的马路地面上出现了一个坑洞。警方获报之后，立刻封闭附近道路，禁止车辆进出。现场柏油马路不明原因发生长宽各2公尺的路面塌陷，幸好当时没有人车经过，所以没有造成事故。事发后，台北市公务局新工处也迅速到场开挖抢修，初步表示是因为水管破裂渗水，造成地质软化，路面才会塌陷。Hello， 我是林淳佩，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